端午安康。那么这次的特别节目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多地的旅行博主，用他们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有意思的端午风俗、有趣的端午故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记者雨萌和他们所进行的互动采访。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孙雨萌。端午节来了，大家此时此刻都在做什么呢？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每年到这个时候，各地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那我们传奇中国节端午特别节目，也邀请了几位嘉宾，通过视频打卡的方式，带我们去不同地域感受一下当地的节日氛围。让我们看看他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吧。Hello， 你们好。Hello，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小懒。那我现在就在咱们无锡的东林书院。我在家乡洛阳，祝大家端午节安康。我叫菲利普，我是个波兰人，在成都生活了已经有6年多了。大家好，我叫殷轩然，我现在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大家现在都在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去看看他们那边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么在书院过端午节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快随我去看看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体验一下东林书院的端午祈福仪式，走。无锡的传统端午礼仪十分丰富，来这个有着900多年历史的东林书院体验端午祈福礼仪再合适不过了。祭礼、击鼓、挂菖蒲艾草、扫洒、卧冠、写王字、挂粽等这一系列祈福礼仪呢，体现了人们驱邪迎吉、渴望美好生活的意愿。那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个粽子，在我们无锡啊，把这个粽子高高的挂起呢，就有高正的意思。现在我们来把它挂高一点。除此之外啊，无锡还有挂香囊、编彩绳、吃五黄的习俗。下面呢，就跟随小懒去往下一个目的地——书院工坊。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书院工坊了。在这里呢，有几位小姐姐正在制作端午节的手工。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到的呢，是手工香囊、手工手链，还有祈福牌的这样一个端午节的手工制作。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呢，都可以来这里体验端午节的手工制作。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香囊制作它有什么讲究吗？那我做的这个香囊呢是葫芦形的，那葫芦的意思呢也是代表了福禄。那我们的端午节快到了，所以我们的蚊虫啊也开始多了起来，所以我在这个葫芦里呢放了我们的这个艾草，也是起到了一个驱蚊辟邪的一个作用，也是祈求大家端午安康。噔噔噔噔，带上这个香囊呢，既非常的好看，又能够驱蚊辟邪。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下一站吃五黄。端午节的中午呢，我们当然要吃五黄餐啦。可以看到啊，黄鱼、黄鳝、咸蛋黄、黄瓜，还有雄黄酒。那端午之后呢，咱们江南啊也便进入了梅雨季，所以吃这个五黄餐呢，不仅非常的美味，符合这个季节时令，而且呢也可以祛湿避暑。喝完这杯雄黄酒呢，我们就要去南长街看看那里的端午啊又是怎样的呢？我现在呢就在清明桥上，身后啊就是咱们的千年古运河。夜晚的时候呢，华灯初上啊，这里将会呈现另一番不同的景象。可以看到啊，这边的这个网红玻璃球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打卡拍照圣地。端午的夜晚呢，不妨来到这边，在龙船酒吧小酌一杯，感受和领略一下运河上的端午风情。好的，雨萌，那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有机会啊，也邀请各位一起来到我们无锡，亲自来体验一下端午的风俗。好的，谢谢小婉。在无锡，端午节的打开方式真的是非常特别，有机会一定要到无锡的东林书院和南长街去看一看。好，那下一位朋友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雨萌，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就是一条街，这全部都是粽子。
有人好多人买，你晓得吗？然后很多人在这儿买探头啊，买粽子，我就带你们看。哦，你们就跟到我的镜头走。其实来到马鞍涧，我们不是第一次，因为成都人基本上都晓得这个地方，看到处都是粽子，这儿来包，这儿卖，哇，这好多，你看，哇，还有各种粽子，没有没有，给我们来一个啊，好，你我们是新鲜的，哎，对。一天要卖好多粽子，要包多少了？一个店卖包2000多只。2000多只，哇，一个小时200个粽子。哎，大家过来瞧一下这条街最大的粽子，我个子1.89米，比我的胳膊还要大。哇，这个里头有4块这个肉，还有蛋黄，这个全家吃一个粽子就差不多了。哦，还要吃得很开心。我的妈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了，哦，这边的探头非常的有意思，除了粽子，到处都可以看到婆婆那两个字。为啥子吗？因为婆婆我们四川话就是给你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这粽子的味道就是很家常的那种味道。哎呀哎呀，又见面了！哎呀，兄弟，今天有点忙，我们啊，要的嘛，仅有啥子嘛？有甜的、咸的、肉的。嚯哟，都来一个，我好饿了。配起黄豆粉吃起巴适得很。吃白味粽子的时候，就是蘸一点这个红糖，再蘸点黄豆面，特好吃。这就是最传统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和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粽子，希望以往还有所有的朋友们都有机会来到成都看一下我们这个马鞍路，还有体验一下我们成都的安逸生活。那么今天我就到这儿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端午节快乐。好的，谢谢菲利普，哇，真的是太羡慕你了，成都果然是吃货的天堂。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想要有机会去粽子一条街上待上一整天，把各种口味都吃遍了。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去看一下下一位朋友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呢？前几天呢，我体验了一下家乡有一项非常非常有特色的端午节传统民俗，现在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端午到，共安康。大家好，我是歌手田华，今天由我带您体验洛阳的传统端午民俗，吃糊包喝五汁茶。好，走起。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在端午节这天，当地的村民啊会吃一种非常特殊的食物，叫做糊包。这个糊包呢跟粽子有点相似，但又不太一样，并且包糊包的这个糊叶呢是当地所特有的。我们现在就上山摘糊叶包糊包，走。这是我们这里特有的一种糊叶，用它包糊包，吃起来特别香，是我们这里才有传承下来一种民俗，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我闻闻，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啊。这个糊包是怎么做的呀？这个糊包，这个糊包子用这个熟米给这红小豆洗干净，然后放在这个糊包叶子上，对，再放在这个米糟，一帮一炸就能成了。我在学习包糊包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糊包呀全部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当地的村民子告诉我呀，
这个这样的护包呢，代表是好事成双的意思。这个护包包好之后呢，我们就一个个放进大锅里边开始煮。三个小时过去了，这绿油油、圆滚滚的护包就新鲜出炉了。我这么轻轻一扫呢，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这个护包味道怎么样呢？咱们包一个尝一尝。这味道是香甜软糯。端午这天呢，我们除了吃护包，村民们还会特别熬制这个五汁茶。我们的五汁茶是由金银花、大麦、周叶、柳叶、戊戌糟等熬制而成，喝了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终于排到我了，我就尝一尝这个五汁茶的味道。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香味。吃完护包，喝完五汁茶，你还可以在崇德沟走一走，看一看绿水青山，这个逛一逛农副产品，然后尝一尝特色小吃，体验一番呢我们玉溪山居所独有的端午民俗。谢谢田华的分享。确实啊，吃糊包、喝五汁茶这两种民俗，我之前是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从刚才的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当地的人们是非常享受这两种民俗的。所以有机会我也想要去那里体验一番。好，那让我们跟着下一位朋友去看看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吧。大家好，我叫殷轩冉，我今天来到了北京奥林匹克睡神公园，这里每一年都会组织龙舟比赛，今年也不例外。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现在来到了比赛的现场，在我后面你能看到队友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特别期待他们的表现。一二三，加油！感觉站在这个龙舟上非常非常的不稳，但是我感觉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我十年前有机会来看龙舟比赛，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能站在这个龙舟上面。我们去看一下接下来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包粽子也是我们端午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习俗。今天我看到这两位阿姨在这里包粽子，然后迫不及待想让他们教教我粽子到底怎么包。你好，你好。来个这个把它绑绑起来，肯定煮出来还是挺好吃的，是不是？对对。这是阿姨包的粽子，这是我包的粽子，你们看一下，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在我自己的国家叫我妈妈、我弟弟怎么样过个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对，可以。我现在来到了种艺体验区，那你们可能在想，种艺和端午节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今天我让我们的刘老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刘老师好。你好，你好。那在这里都是一些重要的成分是吧？对，没错。那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些重要成分是因为今年咱们疫情，所以咱们老院长特意做了一个防疫的小香囊，防鼻炎、防流感、防外感的这些症状的小香囊，非常有用的。端午节嘛，大家做香囊，芳香必会嘛。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好，挑个红色的，代表挑，对，吉祥。把这个袋打开，好，把口撑得圆圆的，哇，你的比我的好。放在这儿，放在这儿，然后把包包纸的一个角深深的插到小香囊里，深深的，对，非常好，一点都没有洒。然后我们拉两边的小辫子，好了，很 好，特别好。这是我刚才做的小香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教我怎么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手艺。我等一下还准备多做几个呢，送给我身边的朋友和家里人，让他们感受中国传统种艺文化的魅力。来。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中国的端午节比我想象中更加分得丰富多彩。我今天体验了很多项目，包粽子、做香囊、看龙舟比赛。我明年
一定要带一大堆朋友一起来体验。谢谢小冉的分享，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感觉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沉浸在现场那种浓厚的节日氛围当中了。其实通过龙舟大赛，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传承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也希望在下一届的时候，有机会我和我的同事们可以一起组建一支龙舟队，一起去参赛，来感受一下。谢谢小冉。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全部结束了。其实通过这几位的分享，我们也是去到了不同的地域，感受到了当地的端午节日风俗。也希望观看节目的你们可以在端午节当天和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去参与到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去体验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好了，在这里雨萌要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好，东西南北粽总有一款适合您。